接下来要踏上红毯的这一位呢，布莱克，谢谢阿拉斯。Hello。大家好，你看我影片对不对？旁边铃铛先开启，然后通知全部都要打开，好不好？不要再说我没有上新片了，因为你没有打开订阅，而且你没有全部按通知，好不好？拜托。Hello。好的，我们两个现在就是要去找我们的服装，因为有一家厂商说要赞助我们，好像叫 Play Me 玩我，别就是 Plan， 是计划我，是计划我。Play me， 我以为是 Play me， 不可能，想说可以玩我，哎。这是你第一次走红毯？对呀、啊。心情？想要就是前面讲，然后后面动。阿东，阿东，老师，老师好像来了。老师来了吗？老师来了，老师来了。你昨天做游戏吗？他是 Tim 老师，对 Tim 老师，就大家就他之前上过很多就节目去帮别人搭配衣服，人家是一个很厉害的人。等一下，是个老板就是有礼貌，老板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人。头发真的要花颜色，可是我不是刘以豪。哎，对呀，我说我要先介绍你，先不要忙。老师，我们要走红毯，可以不可以帮我们改造一下？我想要低胸，低胸，还有露背，还要开叉吗？金冲鱼尾裙，穿这样配什么最土？配星星。哦，好土。因为我们想要帅，因为我们平常都是搞笑的感觉。对，你觉得他应该？因为我们的身高都偏矮。我的灵感都会是来自于两位的，包括肤色。哦，红毯，我不确定是不是真的是红地毯，是真的是红色的。如果是的话，其实大家如果有关注过红毯，在有些很多女明星在红毯上面穿红色，反而被吃掉。所以我反而是从两位的肤色出发，不一定要是大家想象中那种，你的男明星们很爱穿什么，就是黑西装的，然后领结就这样，可是反而没有自己的特色，是不是很无聊？蛮无聊的，所以希望两位。Zubi， 我希望两位可以就是穿得出，就是有你们的特色，好，有活力，却又跟平常人不一样，形象不一样的感觉。好期待哦！那老师，你觉得他什么样的形象？因为现在这年代是很少人会穿上下身都是牛仔。对啊，对，你被呛了。可是你今天的上下身牛仔是同一套的耶。对，是完全不是说胡乱凑，是本来就同一套的。不是同一套。对，只不过是休闲服啦，是的确在不适合走红毯的。屁孩装，这个不算高端街头吗？高端街头，很贵的衣服。没有，而且重点是因为全身黑嘛，然后全身同一个色系，就是很洗练感的街头。我觉得这样很好看。洗练感，对，你会发现你的配件全都是银色统一。对。我们这种就是看细节啦。对，老师真的果然是老师。我帮两位挑选的对象，大家其实可以看这空间，会发现都是同一个色系。要么就整组是米色，整组蓝色、沙色、咖啡色这样。这样的好处是啊，像在同颜色会有一定的庄重的感觉，然后尊重那个场合的感觉。今天其实上下身不同色，那这样衬衫要扎不扎的，其实就很休闲啦。我觉得那个红色是很靠拢眼睛耶。这个红色你有没有发现，它其实是八家将穿的鞋，它是功夫鞋，它是功夫鞋，因为它像那个舞龙舞狮人在穿的。对对对，就是那种，就是那种。那你可以表演一段舞龙舞狮吗？我不会。重点是那个老板跟我说，你穿那个这个八家将穿的，你可以吗？你可以吗？我说老板到底可以吗？什么意思？你穿出去你不会觉得怎么样？我说不会啊，很好看呢。我觉得很好看，我觉得非常好看。那你跟老板说我可以，我可以，老板，穿搭了，穿搭。因为我就会以同色系的出发，今年是流行大地色，对不对？大地色系，所以你会发现，我们应该就是全台湾最多大地色系的一间店吧。可是老师，我们两个的肤色，你看，对，所以啊，就不一定要选真的偏墨绿色、军绿色的大地色系，可能会比较危险。但是混着有点红色、黄色的大地色系啊，反而就非常的安全，就是有加分的效果。你可以想象，比如说你今天晒得很健康的肤色，喷在身上的感觉，而不会是真的是抹一层泥土，两个的差别。脏脏的跟干净的，脏脏跟干净就不一样。对，健康的肤色，干净。好，我们现在马上去换衣服。好好好。现在怎么样？这看起来还
还是没有很像刘宇豪。第一次穿这么宽宽松松，而且很好看哎，很好看啊。其实宽松一来是你穿着着自己会觉得很自在，你不会觉得好像曲线毕露，对。然后因为觉得自在之后啊，你就会放松嘛，放松慢慢你就开始有自信了。哦，对，你会先觉得舒服，然后开始有自信，然后再来你走路的时候，因为这个材质都很轻飘，所以你走路的时候它风会串进去里头的感觉，你会觉得。你会觉得它风如影随形的感觉，其实好冷。但是我觉得我要讲一个重点，衣服好看是其次，穿得舒服最重要。对啊，对，你舒服之后就有自信散发出来。没错没错，来给我一个自信的表情。如果像你刚刚说的，这个的项链就会到时候就可以把它调整一下，让它短一点点，然后让它有点像是像这样的感觉就好，对，不要往下垂，这样可以看到它的存在感，然后就可以衬托这边的肤色。我一直很害怕穿这种，就是你知道，因为个人比较矮，比较瘦一下，是，所以很怕穿这种有点大大松松的衣服。而今天这样穿起来就觉得说，我这次相见恨晚，冯佳慧，那已经是我那年代了。是我们相见恨晚。可以，我可以。其实有时候大大宽宽的衣服，如果再配上长的话，真的整个往下垂。但你会发现这件外套其实不是长的，它其实是短的，里面的衬衫反而比外套来得长。对，所以这边有层次。原本你会觉得担心的比例问题就被破解了，心口都是。我很怕这个颜色的衣服，可是其实穿起来，我感觉我整个人很。很像很高级，我觉得我从林森北到了东区。哎，老师当时没有讲说这个是店里面现在没有，他特别去调的。嗯，因为我是大明星。先走喽。像刚刚阿拉斯就说，比如说他的项链跟鞋款可以做呼应。嗯，那我们这边也是，你可以决定到当天你的佩戴的配件都同一个颜色，比如说是银的，或者是玫瑰金的颜色，或者是金色都可以。像大家都问我们说，今年流行什么？今年流行什么？我们不太在意今年流行什么，我们在意的是什么东西适合你。对对对，来讲一次，不在乎今年流行什么，只在乎什么适合你。所以我已经。在这边呢，我们谢谢老师 Tim 老师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两位，谢谢。期待，期待。如果是上红毯不好看的话，找他。东区的，在东区中央动画的 Play Me，Play Me，Play Me，不是 Play Me 哦。其实最重要应该都是红毯那个时候，因为我们迎进会场全部都在戴口罩。大家如果脸部很容易出油的话，我真的很推荐这一款 NYX 的，叫 Shine Killer。好的，大家 ，Hello。对，我们现在只能这样子，因为我们换好衣服了，现在要准备出发到会场去。后面有一个，后面就是我们的化妆师，谢谢谢谢。如果大家觉得我们很好看的话，就可以找他。那如果没有找他，就表示他画的不好看。拜拜啊，他叫 Emily 啦，哦，也太顺便了吧，这边有他的那个相关联络方式，单身，老师讲说衣服就穿起来自然舒服是最重要。你现在很有自信吗？你说我今天整个人吗？还蛮有自信。那你应该是最紧张的人吗？我还好。真的吗？心情如何？心情我还好。跟新人讲太多厉害的人了。我觉得我今天可以来就已经很棒了。就这样吧。好看吗？好看吗？我们今天不错吧。新的感觉，新的感觉吗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觉得你今天好像 BTS 的第八位成员，被退出的，我要跟大家讲，就是，该走，对对对。
很感谢，就是片宝是 Playme 的创办人片老师帮我们做的搭配，谢谢。因为他们说要送给我们。哎，有吗？有这个消息是不是？有有有，我刚刚传了给他们。哎，这活动呢，就是自在参加了。毕竟都已经那么久了，我还是新人。哎，因为你的领域不一样了。对对，刚到 YouTube， 那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们。对啊，希望大家都订阅我们，分享我们哦。讲一下嘛，好不好？快没。大家有发现我们今天头发其实有一个巧思吗？嗯，像他就是向刘宇豪致敬。那你是向谁致敬？我是向那个，我是逗号刘海，大家有发现吗？我想先去吃火锅了。拜拜。